罪恶的存在就是为了彰显正义，所有对立的事物都是共同存在的。事故安全紧急事件，优先等级五。电力、通讯以及联外交通系统皆已中断。白考强，现在需要一个机会，建立一个新的秩序，就是现在，立刻。东区分局重案特勤组，陈真。追下去，不能再让伤亡扩大。拯救世界是需要付出代价。估计敌方是启动了枯草计划，海港城内的人畜将无一幸免。好不容易逃走，你干嘛呢？要不然他们会杀了小青的，威爷就完蛋了。小青救的人已经来不及了，来不及又怎么样？黑暗的威胁永远在光明的细缝里潜伏。还有时间，火箭不能罢课。吴英雄，我们到底做了什么？你没有我，你怎么办？你们要是开枪，我们就同归于尽。谁跟你同归于尽啊？我还想活着呢。你放走他之后，他就不再是你的犯人。更何况你自己也是犯人。我凭什么是犯人？你放走了通缉犯，你当然是犯人。哎，我说你们俩能不能别犯人、犯人、犯人了？等着这个炸了，我们都是死人。有这个时间，先帮我把炸弹解下来呀！快呀！